快跑！喂！可擦！造反的人，我刚在井上睡觉呢，谁知道怎么打枪了，还爆炸，吓死我了！这不，我看他们往那边跑了。里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八路带着矿工们找不着出口，都急坏了。我估计撑不了多一会儿。你得八路的岗。哎呦，太君，我的心是想着太君的，太君。命令に従え、全速前進、八路軍を殲滅する。はい、はい。二、大路。あ、快。はい。李头，你们去跟大家汇合，我去接燕儿雷子。好。饶你一条小命，敢他妈拼老子！
的。谁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。走，大家给我冲出去！好，走。出口がダメだ。バカ者が！はい！
開けたたった数日のうちに。貴様方、弾薬を見つけ出すのにもっといい方法があるというのか。こんなに苦労する必要はない。いなく敗北しても仕方ない。出ていけバカが。Thank you.
车！快撤！快！兄弟们，大家受苦了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们再也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大家将迎来崭新的生活。都是你们八路军好心啊，我们大伙儿啊都是感恩戴德呀，大伙儿是不是啊？是。矿工兄弟们，之所以大家能从小鬼子的魔窟金矿逃出来，是所有矿工们团结一心的结果。今后呢，只要我们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手挽手肩并肩，就一定能把小鬼子打得满地找牙，赶回老家去。兄弟们，在这儿呢，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们支部开会以后的一些想法。我想啊，兄弟们现在回老家去，回自己的村子会很危险，小鬼子一定会伺机报复。如果你们想留在根据地，我们欢迎。如果想加入我们八路军的，我们更欢迎。我要加入八路军。我要加入八路军。好。加入八路军。兄弟们，
想加入八路军的，一会儿呢，找李木霞同志来登记一下；想留在根据地的呢，由老杨同志安排大家在根据地种田安家。咱们呢，要感谢八路军。对。感谢八路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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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八路军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吃啊吃啊。谢谢谢谢谢八路军，谢谢。兄弟好点了吧？哎，对，好多了。我听说你是被小鬼子从其他地方转运过来的。哎，对对。那是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地方我也说不准，当时吧，我们都是被蒙着头装进车子里送去的，时间应该没有多久，应该离金矿不远，那附近啊都是山，小鬼子在那山谷里修了一块平地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哎，还有那附近有时经常会听到火车的声音，还听说里面有一座空山，那也只是听说，这小鬼子具体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不管干什么，这小鬼子肯定没好事儿。志美，过来一下。好，杨尚。志美，我这里缺药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的伤员，可是我这里没有那么多储备药。我让城里的同志正在想办法呢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啊。木霞同志，政委。总部发来一封电报，说上海国际时报两名战地记者在进入我们林城之后，与报社失去联系了。让我们如果发现，就设法给予他们帮助。是，我马上传达下去，让大家注意。嗯，去吧。林城の八路特別行動小隊に爆発されました。大日本帝国は重大な損失です。自分のせいです。シナを征服するには金がいる、金がいる。今回貴様らの失敗は大海戦に深刻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ぞ。処罰ください。今は戦争中で多くの人員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。これ以上お前を死なせ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。大佐、伊藤少佐の死亡報告書です。ご覧ください。
対策か。これは宮田君、いつも伊藤に束縛され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たな。今彼はもういない。お前の好きなようにできるだろう。感謝いたします。今後伊藤の任務はお前が引き継ぐんだ。はい。宮田隊、いや宮田少佐、君からは勝利の報告を期待しているぞ。伊藤のようには絶対になるな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必ず全力で林城の八郎を殲滅します。私はしばらく林城に駐在する。後ろ盾なさるなら勝利いたします。そして大佐閣下がおっしゃった対戦とは。宮田少佐、言っておくが、知らなくていいこと聞かなくていい。はい。行け、俺に一つ部屋を用意しろ。はい。政委。老马同志你好啊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政委啊，听说了你们杀鬼子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，我是打心里高兴。城里最近怎么样？小鬼子扫荡一次比一次厉害，我这个交通站站长不称职啊，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的，说不定哪一会儿小鬼子就来了。你们虽然在根据地，但也要加强防范。他们要是敢来，咱就打得他哭爹喊娘的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木下同志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之前我向上级组织说了好多次，把他调到我这干地下工作，可是上级组织说这里工作更重要，更需要他。老马同志，这交通站呢跟根据地一样重要，咱们只要相互配合，才能把小鬼子打败。对了，老马，我这么急着让你来，是有重要的任务要和你商量。哎呀，政委啊，你这说的那话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好，咱们进屋说。好。参加八路打鬼子的这条路是哥带你走的，没想到你小子真是个爷们，没给咱兄弟丢人。你让小鬼子知道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性。就这么笨，鬼门关横了这么多圈了，阎王爷都不敢收你。儿子，可对不起你，
对不起你爹，对不起你娘，可舍不得你。行了，人已经走了，你就别那么内疚了。我心里憋得慌。你以为就你难受？俺心里啊，比你还难受，还憋得慌。你要是真有心呐，赶明儿就去多杀几个鬼子，给二雷子和那些个死在鬼子枪下的父老乡亲们报仇。二雷子这孩子呀，俺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他从小啊就跟着俺屁股后边玩，俺教他挖坑，教他打猎，俺教俺做炮仗，做土炸弹。这孩子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厚道，什么叫仗义，一直跟俺嚷嚷着说将来要做个好汉。不过俺爹可说了，现在火药可不能乱用，回头打鬼子还得派上大用场。自从他加入了八路以后，没少打仗，完成了很多任务，杀了不少的鬼子，不亏，不亏了，我觉得亏。现在说，你这话我不爱听了。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，他们无恶不作，他们就是该死。咱二雷子不一样，咱二雷子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咱二雷子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天爷啊，对咱不公平！小鬼子，凭啥呀？二雷子，你在那边啊，好好歇着。这儿啊，地势高，你看得清楚。你好好看着，咱爷们怎么为你报仇、杀鬼子的。二雷子，你好好看着，哥是怎么给你报仇，怎么替你杀鬼子的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杨大叔，你别拦着我。我去杀几个鬼子，让他们去那边给二雷子磕头。你现在喝了那么多酒，你不能去，你别拦着我。最近城里动静确实不小啊。伊藤死了以后，他的上司红本俊亲自驻扎到了临城，所以小鬼子出城的频率明显增多，尤其是这个区域，沿路增加了许多哨卡。奇怪的是，拉进去的人有进无出，神神秘秘的。我们也曾试图进去摸一摸情况，但是小鬼子防范严密，没法靠近。里面的情况你们清楚吗？我们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。老马，上级交代给我特殊任务，但是徐明同志牺牲了，所有情报中断，我也是无处发力。
所以才把你叫过来，想问你了解一下里面的情况。要不我们去侦查一下？既然和特殊任务有关，我的建议是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万一小鬼子再得到一点消息，肯定要加强防守。到那时再去打探，肯定更加难了。 据我们救回来的一些矿工讲，说小鬼子确实在凌城附近修建了一个工事。那里呢，离金矿也不是太远，但具体在什么位置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我分析，应该就在这里。崔老马，就算有打草惊蛇的可能，我们也得必须去侦查一下。好啊，既然政委这么觉得，需要我怎么配合，尽管说。 这样，木下同志，召集大家开个会，我布置一下任务。是。报告。政委，木下姐，大刀哥不见了，严大叔去找了。什么？老马，你在这儿等一下。走。别拦着呀！你这样违反纪律。 别拦我！别拦我！别拦我！回去！回去！回去！怎么回事？好，政委，给我，政委，老大非得要下山给二雷子报仇去，我这不使劲拦他拦不住吗？我今天必须砍几个小鬼子，我要给二雷子报仇。你喝多了，带回去。是，走，不回去。 今天，不管是谁，谁也别想拦住我。宋万全，冷静点。你想想，我们刚把小鬼子金矿炸了，他们肯定是严加防范。这个时候你去招惹他们，那不是以卵击石吗？再说，你现在喝成这个样子，难道想把自己的命白白的给小鬼子送去？是啊，孙万全，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报仇的机会多着呢。 孙大王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大伙都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你不能胡来啊！这事儿听政委的啊。姓彭的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二雷子不是你兄弟，你当然咋说都行。说的是人话吗？二雷子怎么不是我兄弟？二雷子是我们大伙的兄弟，我们的亲人。那你就去报仇啊！你敢吗？不敢是吧？不敢你就闭嘴。 就你想着报仇啊？就你难受啊？可报仇也得有个万全之策吧？万全之策？哼，等你们想出万全之策，我态度凉了。孙万全，你冷静点，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上次就是因为你不遵守纪律，破坏了我们的行动，导致营救许明同志的失败。许明同志的死，难道不是教训吗？我。 夕阳子，你又给我翻小肠是吧？啊！孙万全，没人跟你翻小肠，我们是在给你讲道理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，既然是八路军，就要遵守纪律，只有服从命令、听指挥，才能打胜仗。我想这些道理已经不用我跟你讲，你自己心里都明白吧。木下，
别说了，从孙万全的角度，我们该理解他。虽说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但你想过没有？你是八路军战士，不能光想着自己去杀几个小鬼子泄私愤。我们要做的。 是为我们所有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，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。这两个比起来，哪个更重要？不光是你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认着性子来，不能胡来。你要觉得我说的有道理。 就跟我回去。要觉得我说的没道理，偏要去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大家就陪你去，大不了大家一块死，去杀几个小鬼子报仇，给二雷子报仇行不？你来下命令吧。今天这个任务，你决定。 侵略我们中国，我们所有人，哪个人的家人没有受过小鬼子的欺凌？哪个人跟小鬼子没有深仇大恨？哪个人不想亲人在身旁，兄弟姐妹在身旁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？跟好了。 连大哥，赵德山，带他回去。走，我们去看二雷子。 情绪好多了，回来给他喝了点粥，现在正睡着呢。同志们，我们最近跟小鬼子打了两场硬仗，他们肯定会加强防备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一定要加倍小心。我来讲一下接下来工作安排。老杨，你负责通知孙万全同志，让他重点训练新兵，整顿纪律。 你呢，做一做这些新兵的思想工作。穆夏同志，童继刚同志，燕来大哥，哎，你们和我和老马一起出去侦查一下。哎，赵伟，我呢？还有我。
你们三个呢，和孙万全同志一起进行军事训练，哎，在提高个人作战能力的同时，最好多加强实战经验。训练，我们都各有所长，政委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安排工作，大家都要服从安排。好了，大家分头执行吧。哎，政委，那我回去做几个土炸弹去。好。政委，我先去看看孙万全。大老爷们睡觉有啥好看的？跟我跟燕南叔一块儿做土弹去吧。啊，也行，走。哎呀，你说这世道，把女人都变成爷们儿了，真是悲乎哀哉呀！拽什么词儿呢？还真把自己当正经话人。你说跟这有学问的人聊天，那可不就得直呼遮掩的吗？哎，你说你上过学，又这么有学问，为啥参加八路？我听说啊，你们家原来……吴继刚，和你没关系的事儿别打听。不过我现在觉得你刚刚说的挺对的，就少了句话。这世道啊，也把爷们儿变成女人了。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说吧，我特别佩服有学问的人。你不是也挺有学问的？三十六计，烂熟于心。我那都是从小听戏听说书的，我听来的，我哪识几个字儿啊？我从小啊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猎，他识几个字儿，我就识几个字儿。而且啊，从小我爹就不让我枪，我那枪法啊都是我自个儿偷偷练的。我爹呀、啊、就想让我成为一个识文断字儿、有学问的人。后来啊，小拐子来。那你和孙大刀？哎，木匣同志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你也别瞎打听啊。学的都挺快。哎呦，这世道，女人还是女人啊。为幻想鼓励，那是你。